下面我们开始教虎扑。接上一式，手到体侧，好，变成空心拳，好，上提到肩前，好，变成虎爪，前伸，塌腰抬头，屈腿。好，后仰，摆脚，提脚，呼，看前下方。好，收脚，手在体侧。啊，那么在做这一式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放松，提到肩高。好，向前向上画圆弧，变虎爪，塌腰抬头前伸，好，屈腿，好，手下落到体侧，好，要送膝，送髋，送腹，送胸，好，摆脚，啊，右脚外摆，啊，重心移到右脚。提左脚，向前向上，在体侧撑开，啊，还是一个虎爪，宽度呢是两个肩宽，啊，重心后移，收脚，还是一个肩宽，啊，好，提，伸，屈腿。送膝，送髋，送腹，摆脚，呼，啊，这一式一定要注意。咱们在扑的时候呢，是一个虚步，膝盖要弯曲，不要伸直的，啊，弯曲的，要有一个坐腕撑掌。好，这一式呢。一个呢是锻炼咱们腿部的力量，另外一个在提膝的时候呢，锻炼了咱们的平衡能力。好，下面我做一个完整的虎膝，从调膝开始。好，呼举，旋卧，上提，撑掌，呼爪，旋卧，下拉，呼爪，旋卧，上提。撑掌，虎爪，旋卧，下拉，好，按掌，好，收在体侧，提空心拳，前伸，屈腿，送膝，送腹，摆脚。提脚，好，收脚，空心拳，